这张是台南安平老街的一个角落啊，的一个小巷子。那我今天要示范的是这个。那今天这个影片先用缩时摄影来呈现啊，那希望大家会喜欢啊。那我改天再把完整的 po 上来。那就是先这样啊。啊，谢谢各位收看啊，那我们就开始看影片吧。